Maybe hotline, please hold me close to you. Maybe flatline, still time to do it too. Hello, hello, hello. 欢迎你来到邢昭林的一天。早起一杯黑咖啡是我自律的证据。干杯。喝完了记得洗个杯子。准备出门，咱们 J 人从来不纠结。第一站，小邢的快乐老家。今天做力量训练吧，开始喽。视频能看到这儿的都是家人啊，咱们这个镜头也是不把你们当外人。哦，就差最后一个了。能让监督着，我也不敢松懈一点。几个了？好嘞，这个是练侧面的。好了，今天运动结束，我还要先超话打个卡，跟镜头合个影，去逛超市洗车。Go。看爸，我的行车记录仪们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在超市举着相机，反正我不尴尬，尴尬就是别人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我就买了一个三文鱼。哇，外国友人没见过自助收银，全是我爱吃的。榴莲，我的最爱，这必须要来一个。挑一个。哎，这人选择迅速症，在榴莲面前失效了。这样拿着方便，榴莲还得配个椰子，要不然上火。但是榴莲我就别拿回家吃了，我怕我家狗狗受不了，或者我弟受不了，所以我决定先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榴莲吃了。就在这儿吧，没有人，榴莲就要这样偷着吃才行。啊，真香！太好吃了！把我的垃圾扔掉，我的车应该也洗好了，走。太快乐了，太快乐了，太快乐了！车洗干净了。哎呀，车洗干净之后，我发现我这个榴莲味儿啊，还是有点重，我嘴上。好了，这就是我非常平常起床以后的一天。然后现在准备回家撸狗，但是晚饭我就不给大家包备了，今天跟我妈一块吃饭。我怕我举着相机，我妈会觉得太社牛了。回家了，再见，拜拜。小狗，你都快粘上去了，坐。就不坐，给我吃我就坐。嗯，哼，坐。